为了帮助您的孩子了解更多、更少和一样多，您可以玩一些带有小物件的游戏。您可以在您的孩子面前放置一小组物体，这样他们可以数数。然后，您可以放另外一个小组，问孩子，这个小组是多还是少，或者一样多。孩子可以数物体，并给出答案。为了帮助孩子学习，您可以使第二组有时更多，有时更少，有时与第一组相等。了解更多、更少和相等，有助于帮助孩子学习加法和减法。